下面这个，这下面这是什么什么宝石啊？这个看起来就不像奶奶的，因为这个蛮像。这个是爷爷的。哦，爷爷的，哇，哎，你爷爷还是蛮有品味的呢。哦，蓝宝，嗯，尖头鳗哦，尖头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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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这个尖头鳗还不容易，这个。这是一颗非常漂亮的蓝宝石，这个蓝宝石真的很漂亮。这个大家看一下，廖老师来戴。啊，廖老师啊，廖老师他手上戴的这么大一个就不用了，但是你看一看，好吧？因为难得看到这么漂亮的蓝宝石啊，看一下。师傅叫我看一下。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看到了是什么东西？还叫我讲啊？你看到什么讲什么嘛？你有没有看到什么色带？就是一条线。有好几条，对不对？有色带，那个就是蓝宝石的很基本的内涵，内涵色带很明显，很明显的色带，没有什么杂质，挺干净的。是是，好，那很干净，对不对？很干净，其实还是色带，其实还是有其他的这个内涵物了。好，那你要不要看有没有烧过？哦，这个重点了，有没有烧过？要是我知道有没有烧过，我还站在这儿干嘛？学习嘛，咱们学习嘛，好不好？有没有烧过哈？考这一题就太难了。老师好严格，我刚刚手有点抖啊。吓出一身冷汗。这个蓝宝石真漂亮。这个蓝宝石也是在十克拉左右哦。然后呢，这个蓝宝石不是皇家蓝那个颜色，哦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这个比皇家蓝哦还要再贵重一点，那是什么蓝呢？矢车菊蓝，哦，给廖老师看一下。Cone flower， 来，矢车菊蓝。哎，矢车菊蓝，矢车菊蓝没有那么蓝，没有像皇家蓝那么蓝。但是矢车菊蓝它带一点很神秘的柔和的蓝，当然如果更深一点的话就非常贵了，哦，非常贵。也就是说，第一天然的，第二没有烧。第三够大，第四矢车菊蓝，所以真的没有烧哈，啊，没烧没烧。那我说对了哈，不烧矢车菊蓝，很漂亮，够大，漂亮，这个很少看到了。我们来看这边哈，有一颗十六卡的，十六卡的，十六卡的起拍价多少呢？1280万港币。哦，这个颜色够浓了啊，当然的颜色比较浓。这个呢，克什米尔的。所以矢车菊蓝都是克什米尔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见矢车菊蓝它只是形容一个颜色哦，好，它还是要有用特征去判断它是克什米尔的，或者是缅甸的，或者是锡兰的。好，所以难得有这么好的蓝宝石啊，我们来当然还是有缺点，浓度不够，不够浓，颜色的浓度不够，但是该有的都有了啊。好，那我们来评估一下，来鉴价，好，请鉴价。200万元。那这个是产地是哪里啊？我觉得啦，我觉得是克什米尔。只是颜色不好。颜色如果再浓一点，那就不得了了。我觉得颜色。好，谢谢郑豪，谢谢。